唱歌是不是不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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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你要跟他耶耶，好可爱，好，帮你截图好。所以你刚刚为什么可以让他起来？要扶着他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。我用我望远镜的东西用的这么红。OK。你都用完了。他自己是双子也是。OK。纪念。OK。这个 AI 算是。宝，你说你在干嘛？就是我在打牛。对，我头好我告诉我现在在推流。君燕，你不要一直站着，腿会酸。我不管做什么都在美宣。但是他不要给我走太远，会生气哦。我们是真的会跑全校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会进行到一点半哦。这游戏应该是不至于进行到一点半，毕竟我要去上课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是一点半前会结束，所以我们要快。香奈儿的最后一个生日。香奈儿来，你22岁，耶、yeah ！好，我们继续。哎，那个是谁？怎么那里有个人？寿星3秒就猜到了目的地了。我说第一关已经有点丢脸。啊，他是 RPG 关主吗？谁呀、啊？你找我有什么？太丢脸了！请加速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在收集一个东西？你要收集一个东西？你有没有觉得跟这个有点相似的东西？那个朋友，他叫嘉轩。可是我，你说你的朋友叫什么？嘉轩。可是他的寝室住在哪一间？你知道他的号码吗？完了，友情要破裂了。这还需要查？这还是需要查的吗？现在回答出来是 something。答对了，那你现在先转过去。天哪，好乖哦。我以为你以后的名字太清楚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真可爱。Harry 做的，天哪 ，Harry Wong， 好，我们要去下一关了，走吧，我们要跟着你们，来，我们一起走，来，叫 Harry， 没有错，我们要去留把名字，阿丽，你快看，这是羽球场 2.5， 没错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 2.5 楼，走吧。你这样不对，时间限制。香奈儿，你老实说，你大四的运动量有大一大二多吗？我坦白讲，不知道大四会走完这一关。没有错，哎，大家就从那个世界也离不开时间。他已经太乖了，生日快乐的宝，你还在这演吗？
回答。回答出来的。我以为下一个点是406。拍一张照就可以了，来来来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, ！可爱可爱可爱，要比二二二呢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可以。他们玩游戏，你现在我喜欢这个，这是我特别从我们先听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们要大声的说出来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山？什么山？那你觉得这是什么？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动物。鹿。那你觉得哪里会有鹿？日本的哪里会有鹿？对、哦、啊。对啊。鹿是哪里？哪里？你哪有那么笨？你想想，山代表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第三幅哦，那么尴尬啊、哦！没有错，就是要这么尴尬。加入北一三幅，创造无限幸福。你大四四年都没有这样过，你要把握这次机会啊！明年你就要毕业了。我没想到。有没有看得出来这是只鹿？这是咱们军港画的呢。在军港画的。没有错，无限的想象力。哦、地方呢？我好害怕。哎，你要先敲门。你要先敲门，看到没有？好的，好棒啊！下一班上课记得交。学姐，谢谢学姐。他被逼出生半年。我也完了，下一班上课见。然后呢？人家祝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祭拜。答对了，好棒！还有蜂胶哎，没有错，我们在这个哇尽心尽力。可开心了，你要抱着开心的心情。哇，这是戏班，好紧张啊！天哪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会发生什么呢？会是谁呢？哎，是谁？想问钥匙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找冒险的哪里？没有在我这里。这里吗？哎，我出掉了。没找到钱，出掉了。喜欢呢 ？Cheryl。大提琴是什么 ？Cheryl。哪一张照片里面有水母？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先猜对这个人是谁。你觉得鲁伊莎跟谁很有关系呢？露露。答对了，我们走。来，我们进来了。你觉得是谁错了呢？告诉我，赶快告诉我。真的挺烦的。哎，你要演一段，我每个人都演一段。那个宣算笔是用在什么对照的？宣算笔。好，靠！你刚刚发的讨论区。宣算笔。宣算笔。
有世代研究，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世代研究，记忆队长。答对。我不在这里。好，这是你的。这里，这里。没有错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会在哪做实验？不会吧？没有错，这是哪里？不会吧？这是哪里？我们先出去。这是六楼。没有错。洗底了耶！耶、yeah! ，好。哎，是谁？是谁？哎，是谁？哎。好了，宝，你要开始听他。这隐形在位置也蛮奇怪。我在凑时间，哎，他们来了，你可以不用编。哎，你感觉快好了？没错，我们去找最重要的，你要找到你自己呀、啊。走。哎，你把它现在放你头上，我看一下。看这画面是你要的。越南人才讲好。我在大街上怎么跑的？这三个实验兽性太丢脸了。耶、yeah!。很好，非常好。你觉得这个怎样？你觉得这个挺好玩的是吗？最后一题吧。非常好，终于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。中央怎么会有两个人？两个人是谁、啊？这两个人是什么东西啊？太期待了。浩总。浩总。你们最后一个名额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好，你要抱抱球吗？他已经变抱抱球了，抱抱球也抱了。你刚刚忘记让他起来。哎，宝，你要把你找到你自己了吗？宝，你要找到你自己。好巧啊！宝，你觉得 HB 后面要接什么？你好像不太会拼拼图。没错。没错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宝，你看。Yes, that's right, that's right. That's right, that's right. 水母。哇！你穿我的生日 RPG。哇！你真的感觉，而且刚刚咱们下雨，你就是个晴天娃娃。好 ，OK， 好，过了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是吃蛋糕喽。还是我们一起跟这个拍照，躺着吗？哎好，你要拿你的奈良，好吗？耶！谁要喊一二三耶？一二三耶！耶！他有饿吗？谈笑风生吧。谈笑风生。开心好不好？他自己扛错 C， 扛错 B 啊！人家后期。我摄影，刚真的阴天呢、欸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但是有一点容易气消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！太不错哎！好，太棒了！